Before the start of the vlog, and if you have no time to watch the whole vlog, you may scroll down to the description box below, select on the segment you would like to watch, and then click on its timing will do to watch the selected segment you want to watch. 在影片还没开始前，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整部影片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到下面的描述箱里选择你要看的部分，然后按下它的指定时间，就可以观看你想看的部分啦。影片准备开始之前，如果你没时间睇完成条影片的话呢，咁你就可以到下边描述箱里边去揀你想睇嘅部分，然之后揿一揿去旁边指定嘅时间，咁就可以睇到你想睇嘅部分啦。王立大哥，来来来，可以，王立大哥，可以跟我的粉丝说新年祝词吗 ？OK，Hello， 大家好，林北就是卖一个卖一个，就是林北啦，在这边要祝福大家嘛，兔年嘛，希望大家兔年吉祥，兔年行大运，口令很红花啦。首先问问王立大哥，先王立大哥，我们是在你什么地方见过面？哦，比赛了你？对，在比赛啊，原来是一个比赛 ，Happy Life。对对对对对，除了在海波来比赛，我们其实每年的大波动的节目都有啊，都有来这边了，我都给你拍照，对对对对对对，今年不例外。那你要祝小弟我什么？祝你演戏越演越好，谢谢。对，演艺路这一条越有越演越红，谢谢你。然后越来越帅气，对对对，越来越帅气。然后我要说声，每年我们都要见，代表大家都身体健康，对不对？是是是是，耶，拜拜。我给你拍张照 ，OK， 来。谢谢谢谢们啦，我们到是 KYR， 你 PM 我，你 PM 我的 Facebook 啊 ，OK， 老话了，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明达姐，这一个我的粉丝讲新年祝词吗？哦好，祝大家在兔年里面突然发财，突然好运，突然旺旺旺。然后你要祝小弟我什么啊？祝这位小弟呢前途似锦。祝他呢 ，Happy to you， 越来越帅了啊，越来越帅。然后我要祝回你，我们每年哦都要见面，代表大家都健康，所以每年都要见。OK， 祝你身体健康啊，谢谢。呀、yeah, ，OK， 保持联络，谢谢。我给你拍张小皮给吧。新年一眨眼就快要过去了，已经来到元宵节了哦。今天是农历的十四，也就是立春，在洛阳大佛宫有歌台，还有美味佳肴的美食免费供应给民众哦。嗨，欢迎收看我的新港台频道。你好，我是 K 宅哥哥。那么很快的就到了元宵节喽。
那么您看到的这一间就是鼎鼎出名的洛阳大伯公庙。想知道今天农历十四元宵节庆祝会立春日子会有什么精彩歌台的表演呢？还有歌台的表演嘉宾会有谁呢？想知道的话，就随着我小弟一起来到洛阳大伯公庙里面走走吧。那当然，介绍一些美食给你们享受哦。那么话不多说，大家就一起来看影片吧。在看影片的当然，请您记得先按个赞，还有订阅，因为订阅是免费的哦。今天重点免费的食物呢，都是由洛阳大伯公庙所赞助的，谢谢洛阳大伯公庙的赞助哦。Hi, welcome to my SingHKTW channel. My name is Kyle Kaiden Lai. Very fast, how time flies. And today is already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the 14th, which is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Luoyang Tuapekong Temple. Long time no see, the 歌台表演歌台 performance.And wish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歌台 performance do they have for today's event? And on top of that, who are the special guest appearance performing artists for this 歌台 performance? Please kindly stay tuned and watch on this vlog. This is the Luoyang Tuapekong Temple, as well you can see from here. So without much ado, follow me.Let's go explore and check this Luoyang Tuapekong Temple out and see what kind of 歌台 performances and songs will they have for today's event program and what kind of food delicacy do they have. And to be honest, this event, there is a free flow of food delicacy catered for all members of public. Wish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food delicacies are we going to have?Follow me, I shall introduce to you some of the foods that Luoyang Tuapekong Temple has sponsored to all members of public. As you are watching this vlog, please kindly press the like button for me, as well as press the subscribe button, as subscribe is free. By the way, the foods for today are sponsored by Luoyang Tuapekong Temple.Thank you once again, Luoyang Tuapekong Temple, for sponsoring of free foods for the members of public. Emmanuel， 今天你吃什么？啊 ，Mirabus， 拍一下来，这个是 Mirabus 啊。OK， 然后呢，我今天吃的是拉沙。干嘛？你怕 Mirabus 很怕那个拉沙很辣哈、啊？拉沙我不吃辣的，所以我不想吃拉沙的。哦、oh, ，OK， 好，那我们来尝尝 ，OK？ 好吗？啊、oh. ，OK。然后现在先来尝试一下那个拉沙 ，OK， 拍它的熟先啊。味道嘞，快下、啊，不错，蛮好吃的。然后拍它的，它有豆包，有鱼饼 ，OK， 这样。
说、so, 你吃小碗先，因为还有其他东西要吃。OK， 那不妨碍影片那个吃了。OK， 先拍影片那个吃。OK， 影片那个来，品尝一下。OK OK， 有点辣辣吧？啊，视频还是还可以啊、哦，还可以啦。OK， 那我们先吃东西先，然后看看等下还能吃些什么。现在我们在吃第二道菜呢，是福建虾面、薄饼跟鸡翅团，怎么样？好吃吗 ？OK 啦，好吃啦，好吃啊。OK， 那等一下我要 try。对，现在轮到我猜啊。虽然不是美食专家啦，不过还是要评语一下啊、哦。热的福建虾面还是很好吃。鸡翅板跟好不要用手势啊，等下来视频你们看。好吧。我们现在拿的是什么？空巴包。你喜欢吃吗？我吃的不是很多的。OK。So OK， 我们拍给大家看啊。OK， 把吃的话就没有拍了。OK。刚好去年没有工作，刚好大学毕业，他刚好大学毕业，我问师傅有没有工作，我就要不要出来做直播，他说不喜欢做直播，那来做客服 ，OK 啊，我说让他来跟我工作，我说，结果我不够人，叫他硬顶出来做直播卖东西，结果一片天，好不好？来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朱慧珍。我们今天的直播接近一万人观看，直播接近接近，哇，紧张嘞，真的，也非常谢谢大家大力支持。谢谢大家，你是说不要做直播，现在跟你们讲什么，要师傅我就直播，如果误会我不敢讲，不敢卖我不敢卖，其实你对不对？在讲我今天14，我才开工耶，对不对？结果给你选歌，哪里要歌牌还是要直播。很难抉择，歌台是我们的根，对，对不对？我就是歌台今年第11年。对啦，因为歌台为什么它会比较少来，对不对？唱歌台200，做直播2000。哎，谁讲这种东西不可以讲？哪里有2000？没有，我2000啊，就2000啊，你2000嘛。所以我看到好大的时候，没有了，2000那就是喜欢过的人都很好数。真的好吃，他今年好像我看到有包给爸爸妈妈红包，真的，我喜欢。你喜欢？我喜欢这样，因为好啦，我明天包一个。不是，因为赚到钱要孝顺。对呀。你记得，你聊一聊，我绝对。以前是我爸爸妈妈孝顺我，不是我爸爸妈妈照顾我，我好。没有。唱歌台都是爸爸妈妈在。不啦，那现在呢？没有了。给桂林昂包包4位数嘛，给4位数，给杨光红又做工。我们去法国，他还买包包名牌给妈妈。跟姐姐，对不对？对，因为我喜欢他的做工，会顾到他家里的。对不对？我可以讲话了吗 ？OK， 我是觉得可能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会花钱，我是觉得钱还会再赚回来的。是。所以我觉得我能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先买。哎呀，不掉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还有做工吗？翻译啦，差一个我被台湾。对，中间非常很重要啊，我税够扣啊，一
定还要爆单，因为有压力。上一场我们公务中心是150万一个直播，新币哦，150万哦，一个直播。million。对啊，我销售量，希望这一次能破那个记录。200万。151万就好了，别担心。你不要再给我压力，你要跟网络的人说，我们只拿站台费，没有抽%的。没有，不是跟网络说，你要跟全世界说。没有抽。尤其有一个东西你要讲，要跟 income tax 讲。我们没有抽钱的。我们只拿工钱而已哦。对，没有。没有，我们在直播很拼，花到我一直玩到很过火，没有办法。有就好，没有。工作，对呀。我觉得我很厉害嘞，我现在什么我都不怕嘞，我什么游戏我都不怕嘞，什么？对啦，什么赤鱼眼睛是我，整个脸 all of them 黑苍苍鱼就是我，哎好。他现在穿着一件衣服，我又想到什么，你知道吗？黑鲳鱼。我们的刀切，过年我卖的刀切，是28块刀油。你看，你夸吗？你夸了吗？开玩笑，开玩笑。夸起来是巧合啊！你本来这什么？你本来这个位是别人唱的，一年年各一块卖来，各一各一。对吧？我随便带去，我在上面拿红包拿到一半，有人叫我上来唱歌呢。没有啦，本来是另外他唱后面，他找到，他知道啦，他知道，不是，一直在找我讲，电能按，一直找我讲，电能按，等一下才来访问他，他是谁？等一下，他是女的，帅哥，一直找我讲，电能按，等一下，你就知道是谁。一个女儿嫁两个老公，谢三百，我刚刚不明白，就是黄振龙一样时间跑又跑两次。我真的认真在想，他几时结婚两次嘞？你都不懂。没有，知道。今天要唱什么歌啊？20楼。我站在20楼电台，能不能开口唱来？滴滴锵锵锵，又不来几句话，也是对对对。你是啊，这变是福建歌的料啊。差不多吗？有那个共鸣。OK, 等一下，我想知道一下，都要讲巧儿是做空姐啊？对，我也是。招分组，新航招分组。空姐，我老实讲，你会不会收错人呐、啊？对。那刚才那个叫漂亮，我现在怎么样？我今天跟他爸瓜落楼水，都叫说这龙龙好土哎。阿姨。他最近胖了。阿姨，我是内在美。你是对，我是耐看。你是耐看。对，我是耐看，跟他一样，他不是很帅，他是耐看。耐看。对，我们是耐看型的。耐看。对，如果好看哦，看一次两次，哎呦，闲了。刘玲玲是漂亮。也是耐看。真的是漂亮，快对面。有啊。但是最近怎么把老了？我以后介绍你阿姨。撸，你的发哦，隆重撸起来。你输甲输甲无天分无申请，你就无我吧。哦吼。你摸一刀，我是无去报案。你有本事你摸开我的不？一粒五千。哇，太贵呀！你好伤我，太贵。我一粒五千啊。五千啊！那也五千啊！你那是去过一粒五十，那也再摸半粒无？半粒就好啦。两千五。摸破了2000个，两千个，他规工嘞，拉拉扯扯，你手来一头卡头。对了咯，你就不听话，你的手，对吗？不可以这样子，懂不懂？我知道，我碰见他，别人我不会。啊，对他真的对我不会，真的，他对我不会，我把他对你错。对，不是太好朋友了，对，他能够太好了。有，我跟你们就都会掉，都会掉，都会掉，心情就这样。一个酸话嘞，酸话一个好笑吧，你头我爱喝水果，你亲手去吃亏，去吃亏，去吃亏，我别吃亏了，你现在吃亏啊，你乱来呀，你快，乱来，来，什么歌 ？OK， 上不上这首？20楼，我希望我的20楼都被更好。我真的，因为跟黄明志合唱这首歌，我的心愿是这一首歌能进入台湾的金曲奖。哦，我希望很难进去了，还半只马进去了，你也想写出来一个跳多的。对了，又撞黄标，你懂为什么会撞黄标吗？会有黄梅。
没有那个抽烟要拿掉、哦、那个我们有抽烟跟跳舞、哦、我们真的是被黄掉、哦、有点不能想你今天是来做国家还是来拍风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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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所以回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呢，同样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歌曲，而且我看到阿姨在后面还在一起唱耶，所以大家不要排谁想唱就敢敢大声唱，好不好 ？OK， 谢谢。好，那也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会，那也谢谢我们的立信的制作，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辛苦的伴奏老师，好久不见，辛苦的老师，还有我们的东方一真老师，辛苦了。OK， 那想继续呢为大家送上的第三首歌，这首歌也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呢，希望大家也会喜欢。那在看直播的大家，记得帮我们分享，好不好？那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叫做《我想有个家》，送给大家，谢谢。我整个外卡就小小。
看了，你看了人刀打刀，你就来看。你看嘛，你坐位看，你看嘛咯。没你坐位看，明仔日人多不多？没。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歌台之光，现在是电视小阿哥。我们掌声欢迎黄镇荣。大家好，各位是大姐，下个月下个礼拜就变大姐，现在你暂时接大哥。好，大哥大哥，因为我是要打算去香港 operation。到香港啊？香港啊？为什么香港比较贵的？因为香港会变成空港。空港是真的，店里有住啊？有没有讲住啊？我知道。住进了榴莲的故事，对不对？啊，有没有空港就是机场啊？是，我看你的直播也对不对？没有讲住啊？是日语对吗？日语啊。我跟你讲，黄镇荣真的按健康，按健康吗？你不相信啊？哎，你的音乐搞一我起我起，我一听他叫中文了。坐对，理解。啊，我健康快捷啊。谁啊？昨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哦，那个拍照啊。记者说，要啊大风吹，一对一对的 couple， 连他就选我，我就选他了，我有点好了，好了，谢谢你。你讲未使，到自己金牌我一杯，我一杯好吗？乐，你坐好坐啊。哇！阿姐啊，一刀都无听咧，我讲啊，少一支，一边无算一支啊，我一边挂机啊，我一挂都无听咧，你坐到我的锁匙，啊，你锁匙哪来的？我的呀，我只顾卡腿，把红茶都接，哇，这个哦，接靠了，你今天到红茶好了，你把我，好笑啊！你咧形容嘛？我咧吹啥啵？我咧形容咧吹啥包的？好嘞，来接，你好，我跟你道歉啦。哎，你看你看，你跟那金蕉鬼了。来啦，来啦，听到不？吃这些东西不能吃，你吹啥包菜？那不能吃，那等你卡子上来卡，如果你吃，来啦。我吹你，不要吹你，吹你了。来接，我看你会中吗？我看你真的啦，你刚刚说还好还好。我做，你来做我的。对，我来，无聊无聊，好无聊。老师，别跟我屁，别跟他喜欢下男上。机会来了，来了来了。哦对。哎呀，真假鬼讲，来放手喝一支啊！是，来来来，谢谢。哎呀，今天要贵了嘞，贵了贵了贵了。我是洛阳国美工，国美工就打工作给你来找我。啊，一波哎。欢迎欢迎，好。我被各位广告，我被各位广告叫广告，广告工啊，广告工。啊，我是给你讲过十七日春嘛，我是问看卖黄镇荣，伊今年三十几岁，阿被娶某，你个算算伊当时的娶某。伊免算。啊。今日叫你来做被恭喜爱胜利。好好好。啊，所以叫你来做事业，你会知无？安怎呢？伊讲你较会拉三秒，所以来去到我们内宫前请的。啊，我想问啊，广告工，广告工。多少工作忙起来哦？啊，我这直播会使做偌久？哈？还看你家己啦？哦，啊，就等你，因为你从未离别，真紧就空家跳了。你在做真久啦？哦，到底是看伊身体啦？哎，啊，所以贵你也贵啊？我唔知，伊叫我贵，我就贵。你是什么代志叫我？我的啊事业会提提啊会较好些无？你好叫我来讲话，我先去。我阿伯来去收啦。哦，好给你说个水饺。哦，干嘛？干嘛？我你敢不洗你烧，多没公德心嘛！你我来抬啊！你跟我碰见一个背包不叫你来切啊？背包，两千有人不叫。好好算。你再按错一个背包的钱包的毛？按错了。多没公德，你回来卡我。啊！你问你问啊！我福建话无啥好啦，吼，啊是我用广东话。哦，我你老母，我你好啦吧？你故事错位冇？不是啊！你未使讲错位，我就是他妈妈啊！我妈妈很好，你爱听台湾语哦？啊，明仔啊！你未使讲错位，今日边个唔是边个台湾啊？你咩去台北啊？你们那里的动物啊？我
我不要四季，四季，四季汤天的笋啊，我爱的汤天的笋味。这就把我几季的门个四季，你看看。你讲我那块啊？讲被讲起无诶，你看你嘴人好，大家六千的话话也多啊。我跟你讲话话，连我一个人叫啊，哇！我是做 assistant， 我听了不如心的气。安怎呢？啊，伊问我两块咯，特别讲要赚着两百万好。讲两块，要不要两块？两百。赚着两百万。别讲我想讲，这疫情，我是被公，我被公被抓住。哦哦，被公诉，被公诉，公诉，被公诉，我问你，就问一句吼，这疫情当时。你完蛋，特别讲我话心了，就先不讲话。不要死啊！不是啊，这矿都白了，这不是大白工啊！你快了吧？哎，想你都看不清死人，你赶紧别上来，你都呼放人的辛苦，你快头不白白，也是当家应该是啊！别搞，这落来这口鼻还得换？口鼻啊，拢总是你人啊！我讲呢，心毛无够清气啊！是咩？啊！你有看无？啊！你钓几摆？我钓两摆。你钓两摆啊？啊！你衰啦，钓两摆啦。啊！你说你钓几摆？钓一摆，还咧看无啦？还钓一摆呀？啊！我嘛是钓一摆，我钓一摆，前期。被公诉，你钓几摆？哇！啊！一摆。被公诉，被公分钓不公一摆。哇！我唔是会钓，我是一摆人啊！我总钓来打，哈哈哈！分钓啊！我你是无钓诶，这样都可以拍呀！我这么天了，我被公司就因为我人做事呢，都爱了解啊，伊个口味是啥物味素，你钓了你该使救人，对无？我人钓无代志，我人钓过会使来收哈。口味真有理由啊！啊，这人啊，伊毋是人来诶。那你是口味？妖魔鬼怪，所以也讲错话，也错人，也骂人。我该省了啊！叫招师来出事。你讲别讲啊，就问你哦。啊，今年政府给分类未？啊，这上重要问题，政府今年二公二三，你给分类未？我跟你讲，政府的代志你都卖插了。你家己对你无家，叫你分人，叫你分分分。对，你这种真无类哦，那真无类。无类，无类，分分的。对，我了解啦，你家己无类，我跟人好难。以前好跟野猫，野猫就是两匹放在放牛不来。你来喽！哎，两匹狼群群会跟你要命，我不会的。啊，有人来你落枪啊！啊，你有生看卖今日正月十四嘛？啊，全部咱说大伯公妈那是人辛苦，隆重落几支枪了，你去了。哎呦，真侪人！新加坡人嫌贵，不钓鱼啊，头头鱼，不钓鱼啊，头头鱼。今朝有通吃呀，头头鱼，不吃呀，头头鱼。新加坡人啊，你才真够 complain 啊！去 MRT 啊，我去树林去政府会馆 complain 啊，你鬼怕？我被公布树林，公布树林。啊，伊个印度人啊，不做个不切个，伊个口罩都能戴。真世间真乱啊！哦，啊，加油啦！你未使讲那句，伊今日风前头给你吹，我真怕啦！快得了，快得了，快得了！快快点，快点！未使过来，你未使摸外套。哦，好的，好的。哎，老板，别工作，红山啊，红你死！太那什么了。Thank you.
今天的直播人数好像很高，很高，今天人数很高，我叫人家check一下，有多少人正在直播？我们直播在线上有五千吗？有超过五千人，我们的六六九啊。五千亿啊！哇 ，YouTube 也是五千多，总共一万多人。姐姐，多久？可以跟你喝茶吗？可以。我要跟你喝水也可以。你的手不要动，我听。你好嘛？你看了打包，看了打包你就该喝酒。来来，你要唱什么歌？等一下，你又讲我弄你那边。你弄他哪里？他没有，他自己抓我的手呢，嘟嘟嘟，你说我抽你一刀，哈哈哈哈哈。流量不多哟，你把你那个流量闹老了，流量你怎么搞没？他没有讲，我没有发现。我干嘛给你路边那边抽？你去那个，你去路边那边抱。等一下，有直播了，我要冷静一点。我外面的美女家卡来了，美女家叫你别等一点起来了，我俩唱的歌。我自己唱的吗？还是要跟你一起合唱？跟我合唱啊，福建歌呢，华语歌。哎，唱这首歌他一定会什么？屋顶。哦 ，OK。屋顶没有顶会吗？啊，屋顶。屋顶啊，哦，屋顶。啊，屋顶。吴宗宪。吴宗宪的。吴宗宪写的。哦，周杰伦写的，哎呀，周杰伦，快乐到火嘞！这去搞吴宗宪卖物件，又叫人去吴宗宪的屋顶啊！这条歌真红，笑的客官了呢。半夜睡不着觉，是吧？来，哎呦，这条歌你还没起来夸奖？不是啦，半夜睡不着觉了，你快点夸奖我！我跟你说，我没起来夸奖。我跟你讲，如果他们掌声如雷，我就唱。要合唱福建歌啦，福建歌，福建歌。学生你哦，我们很久没有唱这首歌，聊聊咯，有吗？装个老聊咯。你直接喊，叫你给他唱。你把酒店你该跟他关系了吧？叫铁扇公主，我看到他叫就我，我那个风都给他扇过。我跟你讲，因为伊的声够好。红的写着你，也去买什么来沙啦、白壳贝。烧香了，快了，不可以唱歌，不可以唱。来，这一首选择你，都帮我们分享啊，谢谢啊。你们两个哦，遇到你们两个我就受不了。那就 OK 了，我们难得的下一场在企业了。哇，这么久啊！最少半年后才看我们两个主播的，这是我的荣幸。真的，谢谢你老婆，不然我撑不到。来，这首选择。Oh, no.
哇，真久无看到你。哦，电视机啊。好啦，唱完了一首福建歌曲。好，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大家都应该有听过的一首华语歌啦，比较轻快的华语歌送给大家啊、哦。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来一首《国宾哦》送给大家 ，Thank you。哇，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好多朋友们了啊、哦，因为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歌台，还有刚才 Facebook Live 有5100位，现在可能多一点了。歌曲好不好？
哇，有点头啊，有掌声啊！好好好，来，这首《春丽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但是今天为什么没有换？因为他的功能跑掉，找不到，他没在用。好，他的龙啊，他的功能辞职，没有辞职。他的功能拿了红包跑掉，他就很辛苦了，因为卡博拉一到爱到来，真的辛苦他了。我不会了，我等一下还是有衣服给你换。我老公看你嘴会不爱回家啊？啊那你。我跟你说我来做事我就痛苦，但不是我跟他叫他，我也杀了，我也杀了，真的，上就杀死伤，上就杀死伤，我们这样看，我们这样搬回中国来了，我这
我家公司家里请客，家里不认真请，我没有时间换，因为下午有在电视台，昨天下午在电视台，今天下午又在国光山。今天看了尾派吧，你看了第一名这样多，没有啦，没有，已经连他连工位才接近一年，好了，两年半都没有工了，你花了多少个？真的，这么真的，你花太少出来，那都是一的。那么，那修话做的不刚来到话修。OK， 那卖工啦，真的，各台的人，我们已经三年了，只要接近三年没有工作。刚刚李显龙宣布说，才开放，我们各台才可以做。对喽。我五年嘛，把那五年六月要把它开始。啊吼，这三年哦，我把它有做什么代志的？什么代志？这阿嫂无，挂口罩哦。我的 APP 是什么人？你挂口罩，我一叫我唔知影咧。爱挂挂出口罩，挂多多我就 APP 咧。我叫你，唔知咧，快挂目睭关死咧。啊，卡无，啊你就 APP 咧，可以挂多多。笑死我！真无咧，你包掉了脸，无包掉你了脸。妈的，你看咧。你挂，哎呦，阿叔，你去到哪？去办票啦。啊？啊，你快出去开去点班啦。人们，那是讲人们，人们，他们讲干麦讲较济啦，对对对，你讲，你在报什么？讲爱生车是咩？因为怎过侪人无帮我看过，你看，你看人徛到满满，徛到满满。我跟你讲哦，你人哦有交易有位，你就互人坐啦，有地方坐吼，啊不能欠欠条吼，啊吼呀阿公阿妈吼，脚无力的吼，你坐你就会使入去坐啦。对啊。好嘛，意思人啊，啊你无去可以阿公阿妈坐。有吼，叫人入来坐，对不？你妈妈你来，你讲什么话？你讲好讲话，人家聊天啊，你爱讲讲话。啊，若是讲话袂，那你讲客话，如你来如你，我。你唔是客话，你这是如是海南话。笑你！我想试看卖，到这位歌手，你打个歌声，你打个歌声，你敢好唱？这因为我觉得你跟他合唱一定没有。我唱给你听，你还在唱啦 ？Reservice 能败掉你神经病啊！他已经 Reservice 两次了。你们快归靠那个天神咧！你老婆在，我在快点跟他。你老婆我演刀的。啊！你老婆太聪明，就演刀。我那老婆演刀，那个心情你看他爆啦！叫人的叫叫爆啦！你控制。来关一关，别叫人爆啦！快快快！我快一叫上来，一叫一两回叫麻。哈，你在吃？讲人个囝，讲个老爸说上麻辣，有人聊天，少年爱麻辣，你们一定不会听的，谁不会听的？很多人不一定麻辣是当五十岁以上才知什么叫麻辣，对，就是麻辣大树桶，很多人不知道麻辣是什么。麻树叶呀，麻树叶啦，是的，麻一罐啦，麻树一罐啊，有你就是麻树咯。我唔是，是说那是，是说就卖金牌。那个不做跟这个外号嘞，遗址部长，啊，遗址部长，遗址部长，这个隆重一问，伊看心情的，伊心情也好，我来做大事生，这个心情不好呢，今天叫你进，叫你，我叫你也拢笑了呀，一千二十四人进，把你十分正正常，其他拢都袂正常，把你也在。来，这位，讲人的老爸生一丛麻辣，对不起啦，老爸变乌乌了。回来，老爸我请坐。你老爸在旁边。我老爸来看我，我买吗？嘿嘛，我这丛麻辣是我的啊。哎，这丛麻辣我真好哦。哎，大家讲，我爱玩啦。啊。我若早生麻辣了，我准会寄到哪里呢？圣诞树。笑啊！看来已经笑鬼在笑在笑。是啊，你出卖公公婆啦！来，掌声鼓励我们的陈杰润。Thank you， 谢谢。大家晚上好，王林大哥你好，林大姐你好。真的是讲麻辣，真是麻辣。我头先在想想，我的木头啊，大木头哦。我什么时候追过来？应该是马来话吧？麻辣应该是马来话啦。
我们也不知道。不要讲麻辣，麻辣给人家讲麻辣的意思就是我不带辣，我带 OK 了 OK 你多高？183，辣椒啦，辣椒。辣椒哈，啊你面层啊困落都好啦，不要放镜头啦，对不？放镜头就变辣椒味。哎，你这个换车啊，换车啊，要撸个后背上边，要撸个后背，对不对？对啦。对对对，交给你喂，阿伯吹牛嘞，八八套过，八，从来八八套，从来八八套，你八上进过，五。无拍拖唔烧酒，啊！做你来问人这个问题咧，你问人讲有烧酒无？这个人啊无智慧咧，你对不？人若是有智慧，人讲对方啊唔捌烧酒啊，你帮我再叫我亲戚回家。你帮我再进嘛？好，可以，可以，我先好，我来请教进庙。哦，请教进庙。准备6000块进庙。不要嘛。哎，去炒。我来摘咧。我去炒嘛。不是啦，不是啦，因为你无进庙了嘛，你进另外一个嘛。那就问嘛。我心都袂掉。我是金老木啦，从来真的没有拍拖过，没有。你为什么你现在20几岁？25。等一下，如果我是女人，你要追我，你们。你要考，你要来考，你要去新加坡嘛？去新加坡嘛？你去考完，你给你暑假，我暑假，你来考的。你惊的吗？你来惊的吗？爱演戏啊，你看。我带你去干嘛？做菜的，我给你考砸了，你干嘛做菜的？小姐，你叫什么名字？请问你是校长吗？哦，不是不是，我是路过的。路过的？啊，是你。是吗？是的是。哦，这样子，为什么你的样子很像我家的天神一样？没有，我是看你的样子，我看了很喜欢啊，金哥最爱的嘛。你敢演？你敢演？演没有？我变哦，可不可以用你假扮啊？用你快戏，演出来看白。好，不要怕。明天，明下礼拜，明天林小姐没有空。哎，到底是你们靠，你们靠了。来，今晚有没有空？请问你讲话可以不要这样字正腔圆吗？今晚你有没有空？我今晚没有空，我明天没有空，我后天有空，大后天有空，那你要怎么样呢？好，那就后天吧。后天你要干嘛？你要来我家里写随我单啊？没有，我开车来载你，我们去看戏啊。看完戏，看完戏进来。你来载我？看戏先。你来载我？我叫我去看戏，你以为我是这样随便的女人呢？这样看戏就看戏的，对不对？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如果你要等到我，你要去我的家里填风放你播戏，那我帮忙。还要排队的。这种女孩子说去她的家填风筝什么，你回她的计划，你可以假死。哈哈哈哈哈！要不要用啊？不然我们去吃饭就好了。你说你干？我们去吃饭就好了，不看戏了，看戏啊？吃饭啊？吃饭就好。去哪里吃？去你要小心，大波哥这边跑出来吃饭，你不要吃你的汉堡，我跟你讲。这你要小心，这我连我吃饭需要点餐吗？我不是卖家去看戏啦，爱一看敢那麻辣的，爱坐到头前，吃到后尾人看袂到的。咱来为了吃烧，你知影无？我去叫人，去叫人。啊，爱去叫人吃饭哦。去叫人啊！没啦，没啦。我叫我该吃饭，我在头红棍去坐着啊。我来，你贵贵啦，我坐较近淡薄啦，你贵来，你看啦，速战速决，介绍给你贵房间。啊？贵房间哦。贵房间。啊。你是干啦？啊。你是干啦？哇，你是讲我啥啦？我就输给伊人袂歹啊！我输，我第时甲你讲，我输给伊人袂歹啊！我输给伊，我输给老贝。你黑心啊，干嘛？考家伙要考数学，我跟你讲呗，我跟你讲，你担心好吗？你就哎，你按照笔录啊，我考家伙。OK 小姐，你的东西掉了，两块烟花啊，没有，你要小姐，你小姐，你的东。我就是怕这样子。你不是说要去什么开房吗？就不准备公司我吼，你讲吓个这样，一件东啊，借点毛出来。你别讲，我借借，所以我是借毛毛借。借毛毛借，我看还够不错。还够不错，还够不错了。你有不该情商不怪怪啊？
可不可以给我多一次的掌声听听看啊？哇，
谢谢谢谢，哇，还有一点尖叫声，感恩啊感恩啊，还有线上的朋友们，直播的朋友，大家晚上好。OK， 下一首歌曲呢，想为大家安排一首闽南语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日本歌翻译过来的，蔡小虎大哥的《幸福送给你》，幸福送给大家。
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哇，非常的热闹，谢谢谢谢。还没有介绍我们。啊，我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试衣时间，有请我们的黎明大姐，我们的王磊大哥。决定下，要他是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话，要他是说什么样的话。交际的去钓龟的龟，交际花，交际花，不叫交际花姐、哎。今天你带我来洛阳东北宫。哎，我跟你讲，我还没有嫁人。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一直收，我已经收精了，不知道有没有男生喜欢你。我跟你讲，如果我是男的，啊、如果隔壁睡的是你呀、啊啊，是我的老婆，第二天我甘愿自杀。不要这么讲。我只是比较粗鲁一点，真的吗？我说我有温柔的一面。你温柔给我看看。老公，来来来，今晚让你舒服。哎，虽然我不能给你幸福，但是我能给你舒服。哎，他们在摸胸给你哦。真的吗？姐啊，竟然人潮那么多。假的，比我那老公比我贼啊。做样嘛，做什么？这泡杯，你这多少贵啊？啊，多少贵啊？淘宝，我西北当的。哎，我们家摸到那个铁帽更重哎。你 PA 哦 ，PA 个档 ，yes， 个轻的个贵，我买。我太平。你没话接好不？你过来我再做两坨坨啊。啊，你看你坨坨。对，我跟你说广东坨，求三弟。来OK 吗？不是不要跟你去的、啊。我怕你晚上来敲我的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吃斋，我都没有吃猪肉。就是你吃斋，我就是刚好吃斋一个假料料哦，假料够唔斋一个假料啦。假菜，假料够唔斋，不要压力，而且啊，你吃我又没有手尾哦，因为我已经不可以怀孕了，医生说。你别乱分啊！你吃我没有手尾，会不会吃你啊？你别都吞回肉啊！对，我现在你看有人要来报名了，哦不是，说他要拿椅子耶，我以为他要来前面报名的，哇，他来势汹汹。哎、欸，我跟你讲哦，现在哦，听说这个广东哦最美的女人是谁嘞？谁？叶问的老婆。什么名？乱问。你听啊！叶问，我真水，你不看咩？是咩？啊！我唔知。你不看？你国王最关心出去当官，叶问，我怕鬼犯出来。是咩？啊！哦，也是发财联盟啊！啊！两道火也流连，我那我怕客气啊！真的嘞！叫我都讲，都要支持本土的。等等，一定要去支持的，不要看一个没有看一个。对。很多人说王磊，你今年没有拍戏，我有，我下个礼拜就要拍戏。啊，你看，在后面聊吗？啊，跟人讲一下，讲我有心意，我还以为我没有做演员。我知道，你七月有拍那个戏吗？叫做七月的鬼。不，这现在还不可以公布，还不可以公布。等过两个礼拜。好了，秋光嘛，虽然我的喉咙不是很好，唱歌有一点沙沙，但是我喜欢你歌唱。安全的。你得了什么？哎，听讲 cancer 头子。你是？哪有错？你吹的？哦，不是啦，你吹气派嘛。我操！哪嘛？我操！啊，你吹什么歌？我想吹个几条歌。什么歌？一条歌名。最后。是不是？叮当的，不是。啊，都快叮当。哎，就是你啊。
我跟你比呢，我帮你纯粹地改一个球耶咯。山顶的春天。是的，你们山顶老高了。哦，那个变的。哦，残胶啊，蒙车丝。啊，残胶蒙车丝。哎呀，这哎有妈的了，啊，残胶蒙车丝。你有传你老母来啊？我。你请男的，你看你老母嘛，请男的个弟弟去耶。给你白托尼啦，对啦，白托尼啊，啊，各位老师对，我们在各自的位置。青菜啦，你不要忘记。没激动，一条飞机浪，飞机浪。切切嘛，我这首歌我喜欢。他就没有唱的啦，一直在做直播。其实我很喜欢唱歌。真的吗？真的，真棒。哦，真的，可是设定不好，坏掉。不要紧啦，傻傻。不要紧啦，你坏喉咙不要紧。不要好，他坏就好。不是。天哪，他是看人的，你一直讲粗话，他就给你发杀一点。哎，直播的朋友，我最近啊，今年里面是不是我的粗话已经减了最少一半？我都有做功 KNKN 没有了。我跟你讲，像阿叔已经听到麻了，你有稍微无一点话听不出了。啊，这股调我这股应该听不出了。长调啊，猛些戏啊 ，OK， 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吧，我不是哦，这两只但是无人拍破那个球，对吗？我不知道歌词还可以吗？没有，你们要看 online 哦，要 online 要 follow 我，我是刘玲玲，刘玲玲，太难过了。他是那不是跟你讲难过，人家不会知道，人家说去 hospital 难过。不是，叶明斌小姐蓝蓝色，高色蓝高。哦，我那是南北，南沟都有假。不要指这边没有南沟，这边只有龙沟，知道吗？没票都讲不下去，有什么？因为什么你知道吗？项羽啊，他南沟也是被人家盗用，盗用南沟的，在左南沟不能生。哦，项羽啊，项羽啊，你莫看不错。哎呦，你都唔知啊，我爱讲个只。唔知，那我去政府的那个，唔是啊，是会的不？啊，会。我比我手放你老放十年，你还戴口啊？日本的。我未来口啊！我恭喜。但是，哎呀，不要紧啊。大家知道了，难过了。总之，还是要呼吁大家，网络我们绝对不会叫你们来，自己还钱呐、啊。要拿你们的登记号码啦，电话号码、麦克风哦。啊，给那啲有体力卡的后边。我跟你讲，通常一啊，我那卖物件拢是直播啊，对，上微博。真的，真的，不要去想。照片了没有？真的，我做直播还是呼吁大家要小心。贪真的，这今年的老千太多了，真的要非常小心。看到货才。干嘛地的？干嘛地？等他做直播卖物件，卖到龙洞出来，从你金头谈。很多人做，那么连卖花瓶的、花花的花都要打住，花花生意，我怕帮你倒。大刘，你哪哪是花？我们也差不多在一挂。你看到你来啊？有见到被公司开门了？啊，没有，我很少，很少，还未掉，还未掉。啊，我家里就无烧香，你后尾顶边我五彩花。是咩？你们不负责吧？三千九的，来，参加我们这些，我不知道你点了，我的歌词不能记得上。来，出来看看，来，我讲，再一眼瞄。Thank you.
首歌很好听。我跟你讲，头一句你唱了对，对，我唱了对，对，第三句你唱了对，对，第四句我袂记，第五句你乱杀了。各位，他就是这样子，我不讲无人知影你靠边个，你卖你无人知影你卖对不？你卖讲。那为啥你管呢？各位，人人阿姐对不？哎，为着冒着生命的危险，皮包胖皮不解放，你到听咱唱条歌，咱对会起伊无？对，我你一个红包，你讲袂，讲到会分天的正度的。来，你先看，你先看，我看出来就知影了。我爸你袂老，你无老过啊？无啦，安尼看你讲看我啊？有，因为我念经嘛，你无念经啊嘛。OK， 来啊，来多一次这首《残雕》啊，掌声鼓励。
你们掌声，你能有心肝，对不？那是你感觉伊唱了好，你拍鼓；那是你感觉我唱了好，你拍鼓。安尼吼，你就知影讲吼，无分袂出，对不？那是你感觉伊唱了好，你拍鼓安尼。无出出。对，安尼是感觉吼，我唱了好听，会拍鼓安尼。我打掉中间外破鞋，我看你去接个。哦呦呦！所以你讲什么？看一片我的意啊，现当落去现袂意啊，老人痴呆。我讲到讲，搁在半夜，你搁在靠边靠，搁在说说，结果如戏不敢用如戏。不要啊！真的啊！我讲半夜嘛，很奇怪，我的声音沙哑。所以我跟你讲啊，医生是跟我讲嘛。哎，等等等，又落脚，我叫什么？二十楼、二十楼，麦听麦听，麦呀！二十楼，我希望。这个声天天听到四楼，命都安安出到二十楼。不是，那时候还没有损坏啊，还没有损坏。不用，我去看了医生。你不用，你不用解释。哎，医生跟我说高音我唱得下，没有，低音不行。哎，搞变光五毫瓦，五毫瓦，你太贵了，涨电量，他得来救生命了。你讲讲，你讲骗我？安怎？你骗我无讲骗我呀？你讲你头先讲什么？我拿熬无好写啊！啊，你讲你什么？鬼音？鬼音？啊，鬼音唱会起，低音唱袂落。哦，对，你放心，你阿咪等你困了，明仔起来咧，鬼也袂起。哈哈哈！笑死我了！我跟你讲，你声来更来这样哦。我不知道，不是因为你啊，无讲错话，不是，你都把它 keep 满满 ，keep 满满。哎，不是不是，我其实不是日本休息时间了。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很漂亮，声音全部回来，连这几天又做直播，应该靠边靠不靠边又回来了。如果休息，我觉得会好，会好，会。真的，真的，我去休息啊，完全整天没有讲话，就是在那边看孙跟孙玩讲。回来我的喉咙好，我唱歌全部都 OK， 直播都 OK， 都很好。但是这两天又靠边靠不了。只有你自己讲好，就没有人讲好。没有回来歌台，咱们要无等来，你得聊天。是咩？咱们要无等来，今天第二天咩？落尾一天，我再叫个七姐了。对，无人叫，我很多我这个要澄清，不别讲话。你可以讲话就讲话，你的手不要就在我前面前比来比去，那个比四扣，那个比五扣，那个比六扣，那个就会落家咯。因为做了个鬼嘛，我饿了看不出来，这个落家落家，人在现在哪啊就好了。你是啊，这落天在哪啊？人家会出的。你永远要人会食出来，下过老外爱搞搞。你莫讲诶，卖落那个无贵，你知无？啊，无你讲钱在哪啦？你印度人诶，拢倒嘅，拢是咪？啊，你讲惯是咪倒嘅，是咪落哦？哎，常常炒沙拉，啊，人诶无食，我比我规工常常食落食，一日食十几盘。卖盐，做生意，卖盐去落盐，人卖低温，你去吃低温，人卖红来，你去包红来。就是啦，做生意无得贵啦。家己咧搬家，结果啊买卖衫，买到剩的剩十盘，食到放晒出来，看拢只好物。啊是咯，就是咯。啊你除了除了唱小尔。就是就是，我跟你讲，全国台歌我上百。有人网络讲的，我来这一年里面。Are you sure you don't put the big thing? I know bullshit. I tell you. 哎呀 ，bullshit 啊 ！We know how to use bullshit 啊！我 speak. A lot of people say I'm not in 歌台啊。The new song nobody sing. No, you're not in 歌台。I'm very happy. Have your mother. Because some people call away. No, now online. Do you really think what? Yes. Because you buy put, you know. You don't put so many. You put so many, you cannot hide. You behind put. You like to talk anyhow. You know, cannot talk anyhow. What we talk, you know, the mama if to play the god, if to play the Buddha, you have to be good. So your mom.来了，继续这位就收他们啊，收他们了，很了。他是冰城，如果说冰城他唱片是卖的最好，早期揪心马他跟庄协中一样的 level， 他也是换了很多唱片，现在嫁给一个从商，自己开餐馆，很多东西呢。青龙，你卡成球？我有球。哦，你卡成球。我唔知啦，跟你做生意不是球咧，真正。来，
那今天的特别嘉宾是来自北马的歌后。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掌声欢迎我们冰泉天后陈丽杰。周天来了，王雷大哥你好。哎呀，武则天哎，哎，看她这样漂亮，很多人都喜欢她的。哎，我跟你讲，在以前呢，他们哦那种古装的女人穿这样，就是要去随行哭了、啊。是吗？啊，你我们两个是跟她洗心哭的。哦，哎呀，不要来随行哭嘛。照了照了，那随行哭的刚刚随行哭了。哎，他的老歌唱得很好。当然啦，每一张唱片都是销售天后。灌过几张唱片？之前灌了十张的唱片。你看，其实呢，唱片已经没落了，还能够灌十张，真的是。真的不简单，他是南方的，对不对？对。他是西方唱片。然后这个四月份呢，会再筹备我最新的专辑。哎，这个时机你们还敢出唱片？我说你西北，西北妹，真的太有勇气了，还敢出。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歌好曲？哎，第一首呢，因为今天是立春，对，所以呢，想送上一首新春歌曲《大地回春》，来送给大家这一首《大地回春》。陈丽娟，北马歌后。在这个立春，在这个台
台上呢，为你安排一连串的歌唱节目。那丽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洛阳大货公公的这个全体理事，给予我们立新娱乐机制作，还有丽娟这个鼎力的支持，今晚呢才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个台上唱歌给你们听。当然也要谢谢你们的捧场，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热情的掌声，谢谢。要恭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都如意，兔年行好运，发大财。那听了第一首歌曲呢，这一首大地回春，接下来呢这一首歌这个我们的新年佳期，所以呢安排一些呢都是比较喜气洋洋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歌要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感谢由我们立新大乐队老虎工高乐队老师送上的这一首最亲的人送给你们。
声送给我，希望呢我今晚安排的这些歌曲你们都会喜欢，也能伴随你们度过快乐的晚间。哎耶，那听了这一首呢春天里，接下来不好意思老师啊，越来越年长了，忘记了什么歌啊。对对对，因为呢今天啊，我为了安排今晚的这个歌曲，我绞尽脑汁要送什么歌曲给我最亲爱的你们。所以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很有意思，那这首歌呢都要祝福我们的全体理事，我们出钱出力的朋友，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来宾朋友。那这首歌曲呢要祝福你们都有可爱又幸福的人生，这首可爱的真的他、啊、是我爸那种韩韩国人又高级别高啊，真的高大很高大，当然啦，他这样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生了几个，能年三了啊，刚刚到你家里问可爱的人，对，给打了对慢慢的，我给暗刷过去大巴爷，给我又停下来唱什么。哎，你们的秀呀，他的邻居不喜欢他，他们吵架到现在不和，因为多一处跟回血处嘛，他的。在我的隔壁，我想啊。在哪里？哪里？就在家南美乐古街家。哎呀，我叫阿达平，不跟回血处睡到白天了，干枯了。不要。那不就该搞罗了？不要哦。没有没有，你讲话很慢哦。很慢为什么？会吗？很慢啦。你有没有发觉到？你唱歌那个李四整天走来走去，那好，一天一我好感谢李四一天一天你都挂龙高的，哎，叫 Mr. Lee 来灌的，来灌的，人都给他跳舞跳。起来起来起来 ，Mr. Lee 在地方在在看。我来，好，阿弟 ，Mr. Lee 来过线过线。夸死你了！我夸死你！好，我们给个热烈掌声，感谢我们李立先生、陈立坚、陈立坚、陈立坚。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太缺了，太缺了。陈立坚，陈立坚，谢谢你美妙的歌声，我们太喜欢了啊！没有，你常回来。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太多人喜欢你的歌，你有没有听过掌声？有啊，真的不舍得，我不舍得走，是不是？等一下，你们想不想听？我们来 A 歌。对不对？就剪掉后面的歌手的歌，对不起，就给你唱过一首。你看，可以，连我们的老板都很厉害了。等一下，我要志伟，志伟很厉害。他一来啊，他就把他的外套呢拿下去，他两个哈、啊，这个就要一直给人家看的，你自己要看呗。我来，要不要？我来。可爱的人生，可爱。
好可爱，你男生应该不会那么好色，哎，这边一个鬼子都给，你都给鬼，这都给给，哎呦，你都唔知。我跟你讲，不能个查某就是为了只查甫，对不？你唔捌，你有我跟你讲，我捌看到一个阿嫂伊炒菜，你哪唔捌我真的没听过话，伊炒菜，炒，然后因为化妆嘛，啊，伊要训练伊的身材，伊个用个身体无，你不相信啦？啊，伊坏起来跟菜个。你头皮疼，你快卡针了，你痛，你头皮疼的，你痛吧？我的，哎，你快讲了啦，你是什么歌？什么歌？众老歌就做到他们的心。你有发觉到吗？他跟你讲话，他的头很低啊。我以前我跟你认识这么久，每次嘴马我们。哎呀，你不要来这句啦！每次有女人你就认识很久，你也是人不认识我很久，你笑。可爱的，你看，我今天把你把你卖掉，对不对？你穿一双很小的你来穿。哎，你拍呀，笑呀！你要唱什么？你要唱什么？我要唱这首《多看一眼》。多看一眼，等一下，多看一眼，不是，不是。哦，好听，好，我睡，等一下，我叫两个和音天使上来。来，我们你要和我剁掉啊！啊，少年人的少年家来比，你会什么不比你会是啊？你讲啥呢？我剁掉。你剁掉？剁掉。你哪两个要求我马上剁我钱时？讲话讲安尼。要一起吗？一起吗？要一起吗？好，这样子。来，我们的本期的国会议员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本期国会议员沙里尔。哇，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他来到我们都不知道，来到我们这里。Sir, welcome. We are so sorry. Sorry, I didn't know you are here. What the hell is that? What the hell?No, because MP 啦，打东青，打东青，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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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腮啦！给过来！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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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帮你好听，你看你卡成刮过来刮过去，哇！我不敢两边反打，砰！你的名字，你 lucky 不呢？哎，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好听。有没有请两个和音天使？一起上来啊！好，一起上来啊！来来，罗恩齐，一起一起的。他们还有啊，还有啊，还有歌手，因为啊，大家都喜欢他的歌了。等一下，一样啊，要拍掌啊，要拍掌啊。好，对对对对，站出去可以的。谢谢，唱歌。等一下，我问你，来，你会唱吗？多看一眼，你知道这首歌吗？不知道。啊？不会，怎样唱啊？多看一眼。他会。你下去下去。罗文奇会。你会唱吗？会。来，你不会唱啊，不会唱，对不对？我们合音，你唱。没有，你这边跳舞就好，跳舞就好。OK， 要求没 ？OK。青山高，绿水长。哇，谢佩强，快抢！谢佩强，谢佩强。没有事。他转过来之后，他正面。多看一眼，所以呢。
项目在我怀中啊。什么一把琴种啊？就一把琴种可以，可以吗？一把琴种可以。然后啊，对，要和尚还是不用？啊，没有，你就站，你就顶天高位置去。你叫什么名？我叫建辉。哦，建辉啊，很健的那个健的。不是健康也健啊，健康健康。他有讲吗？你老母画直播哎，你老母画直播。我没有讲很健那个健啊，很健康的那个健啊。啊，我不是假的。谁？红鼻要过水呀？可以。哈哈哈哈哈哈！来，一把琴种，你要接什么歌？我要接什么歌？我想一下吧，他先唱嘛，对不对？可以。老师，一把琴种，男孩子的 key 哈。OK， 我忘记了，因为大家都会很少，我歌台啊，很少这样一边掌声一边要拍的节奏，是跟着歌唱这样唱，是我真的很开心。那首歌真的是我们的时代的歌，是真的我们。拜托，他转过来。是议员啊，不，议员他是部长啊，他坐在下面啊，你要我讲。OK， 你不能讲干嘛来用吧？你输了，你输了 ，I don't know。I got standard one。我不敢讲，你讲干嘛来用啊 ？English anybody know？Malay, I think this one now, Singapore new generation cannot speak it. Malay. Cannot, tak boleh cakap. Cakap, tak boleh. Lu cakap lah, budak-budak dia tak cakap Melayu. Tak tahu, semua umur 50 tahun. Siapa tak tahu, lu kasih duit. Tengok, tahu tak tahu. Saya boleh. Lu kasih duit. Dia Malaysia. Sir, dia suka datang ke Malaysia, Singapura janji. Dia janji yang satu ringgit, balik lah, tiga ringgit. Satu dolar lah. Dua, dua empat. Apa? Sisi. Si nak main apa? Biarlah, aku cuci. Ya, dulu buat yang ini. Ini, saya papa. Papa. Yeah.
播。是的，是的，明天我们是七点还有直播，王磊主持啊。好不好？所以要看喜欢看歌台的朋友，谢谢。好，明天我们的立新啊娱乐还是有直播。好，谢谢，非常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那我想呢，还有哦，还要看看妹妹要唱歌，对，你赶时间吗？赶时间 OK 啊。好，还要回去，我要回去夜店。好，谢谢，好，谢谢大家。来，就不是啦，PUB 啊 ，PUB also can 啊 ，PAI 这个比赛。够了。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大家 ，Happy New Year！ 八个不一样 ，BA 阿伦八股叫什么刀？哎，今天我两点有直播啊，我有卖海鲜。
做总理。He said have to wait for 5 years. No, but no worry. Everybody got chance. Everybody. Yeah, your face very healthy. Yeah, we will wait, never mind. But in 5 years cannot wait. Oh, 他又讲了，可能会十年。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健健康康，老幺的宝贝，祝福你大家，兴啊旺啊，兴啊旺啊，兴啊旺啊，今天呢，立新呈现的一期节目要告一段落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感染，接待健康的好朋友，不要感染，明晚立新娱乐制作还是去年有直播，接下来的老主席，全场主持们留言给，谢谢我们的立新娱乐大。Okay, everybody, over here, ready, 1, 2, 3, one more, 1, 2, 3, 哗啦！ Wait, background down there, better. Background down there, better. Happy New Year! Okay, good.
here. Thank you. Ready? Thank you. Wow. Thank you. 帮你打个牌啊。 谢谢，欢迎大家。可以来，欢迎大家来。可以来，欢迎八卦。那八卦一会，八卦一会，八卦可能可以。我先，我先来。我电视里发的吗？他们现在一家被发现了。 不好意思，我走错了。谢谢，听得见。这一个我的粉丝讲，新年祝词吗？哦，好。祝大家在兔年里面突然发财，突然好运，突然旺旺旺。然后你要祝小弟我什么？啊，祝这位小弟呢前途似锦，祝他呢 Happy to you。 越来越帅哈。啊，越来越帅。<笑>然后我要祝福你，我们每年哦都要见面，代表大家都健康，所以每年都要见。OK， 祝你身体健康啊。谢谢。呀，OK， 保持联络。 谢谢。你拍张小皮给我吧。谢谢你，刘姐。OK。我的 YouTube 频道是黑白的。啊，你拍白的吗？啊，中文是拍好的拍。哦，好，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你的。OK，好，谢谢。刚才上一不了，那我就不要，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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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王力大哥，来。 OK，Hello，大家好，林北就是卖一个，卖一个就是林北啦。在这边要祝福大家嘛，兔年嘛，希望大家兔年吉祥，兔年行大运，可以兴旺发啦。首先问问王力大哥，先王力大哥，我们是在什么节目面？哦，比赛了你。对，在比赛，对，一个比赛 ，Happy Life。对对对对对，除了在海波那比赛，我们其实每年的大波动的节目都有。啊，都有来这边啦。我都给你拍照，记得。对对对对对，今年不例外。那你要祝小弟我什么？祝你。 演戏越演越好，谢谢。对，演艺路这一条越演越红，谢谢。然后越来越帅气，对对对，越来越帅气。然后我要说声，每年我们都要见，代表大家都身体健康，对不对？是是是。耶，拜拜。我给你拍张照，OK， 来。 谢谢，谢谢麦拉。频道是KYR。你PM我的Facebook啊。OK。好啊，那个。来，请继续用的麦瓜。我要去，我去拜年。有。OK。嗨，谢谢你们收看我的新港台频道，我是 K 宅哥的一年一度的新年节目，在大波峰，落在大波峰喵呢。OK。 今天是元宵节立春，OK， 那祝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然后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来，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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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Lunar New Year. Okay, if you like this vlog, please kindly press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Sha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log soon. Okay, bye. 恭喜恭喜。Okay. Stop it.过新年，满园春风迎新年，今年一定比去年好，我们大家都有希望。来来来，我们过新年，恭喜新年都迎财神，今年大家都发大财，大家快乐的笑哈哈，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红包礼金送过来，大家举杯也就喊一声万岁万岁，来来来，我们贺新年，
家家户户放鞭炮，楼洒满了小黄金，大家过一个快乐年。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红包礼是送过来，大家举杯也就喊一声杨生杨生，来来来我们喝新年，家家户户烧鞭炮，马路洒满了小黄金，大家过一个快乐年。盛大的一春，噼里啪啦啪啦啪，爆竹一声大的一春，噼里啪啦啪啦啪，春风阵阵春风阵阵，恭喜新春迎财神，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四季大顺亨利通，爆竹一声大的一春，噼里啪啦啪啦啪，爆竹一声大的一春，噼里啪啦啪啦啪，春风阵阵春风阵阵，恭喜新春迎财神，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四季大顺亨利通，听那噼里啪啦啪啦响的那个满春满街村，看那噼里啪啦啪啦记得把娘都来迎春生，春风阵阵春风阵阵，恭喜新春迎财神，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四季大顺亨利通，爆竹一声大地春，噼里啪啦啪啦啪，爆竹一声大地春，噼里啪啦啪啦啪，春风阵阵春风阵阵，恭喜新春迎财神，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四季大顺亨利通，听那噼里啪啦啪啦响的那个满春满街村，看那噼里啪啦啪啦记得把鸟都来迎春生，春风阵阵春风阵阵，恭喜新春迎财神，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四季大顺亨利通，爆竹一声大地春，噼里啪啦啪啦啪，爆竹一声大地春，噼里啪啦啪啦啪，迎着春天，这是一个好春天，大家欢乐和笑颜，春天已经到人间，人人等待这一天，大家迎接新一年，好好来过幸福年，年年佳节在春天，远方客人来拜年，趁着春天在眼前，大家快乐大团圆，一天自己在雨前，一年自己在春天，赶快努力再少年，莫要辜负好春天，大家参
个过新年，唱出一个好春天，嘻嘻哈哈，祝你过个快乐年。还有联络我的方式，可以在我频道里的 About 找得到哦。仲有联络我的方式，可以在我频道里面的 About 找到哦。Ways of contacting me can be found in my channel under the column About。Of my future vlogs。介绍一些未来的影片，即将在我的频道里看到的片段哦。先来介绍下未来的一啲影片的片段，你会睇到喺我频道里边哦。Here are some of the future videos that you'll be seeing in my channel.若是有女有女有姐有男朋友吗？伴我天生天样出走追寻自我吧，再问谁人虚假？日夜太快，世界太错，天地洗礼我不怕。对昨天的我一个拥抱，曾经还不知如何是好。若我们再见，我会微笑，谢谢你。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谢谢你，我唱过爱的好，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希望用我小小的一生，仅仅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驱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唯愿所以再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你改变，真心真意不变，乐与悲经得起这考验。改变一些感觉不变，共并肩，辛苦都算经验。万千笑语言，两次声飞闪，你可知我犯下的过错，是对你倾心，不后悔，不放弃。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只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不必要故意挑的心理 ，No No Oh Oh Oh。来跳舞吧，喝醉吧，别错完又企，对吗？发誓吧，要自然地美，不必要故意假装诡秘。No, no, oh, oh, oh。
抽烟，一根又一根的煎熬，烟雾缭绕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哦。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哦冲掉你所有想法。他妈洗澡一晚，一半也满，一半也满 ，No No。Oh oh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We can do party. 这很无必要。We can do party. 顺序又怪。某位洗澡收买，人人要踩过街。最怕比赛完又企对骂，不知吧要自然地理，不必要故意假装鬼魅 No No Oh Oh Oh